这是什么情况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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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水无香，这一次能包多大的红包？8888，反正我只要8888。我现在不禁想到了芦苇微微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心情啊。哎，芦苇微微，是这样。哎，这不是芦苇微微吗？大家看到没有啊？我看到真水无香的钱霞吕站到朱雀桥上了。是啊，看到了，真的。我看见了，我觉得她的背影好悲伤，看世间从来只见新人笑。 那曾见的旧人哭啊！我去，今儿可热闹了，他可能要来抢亲啊！哎呦，怎么又是火星文啊？ 最讨厌火星文了！上厕所。火星文怎么了？这是星球骑士。等一下，我支持芦苇微微抢真水，小雨妖妖是我的。哎呀，好了，马上。第三者，清本佳人何必呢？哎呀，为什么这么招摇啊？抢了侠侣，当然要出来献一献了。小雨妖妖不要脸，小雨妖妖不要脸。 真的不要脸了！玩家小雨妖妖不要脸，108用语不文明，禁言24小时。那个芦苇微微怎么回事？被人甩了，居然还有脸来捣乱？就是真水，你怎么做事的？那个恐龙肯定是看不惯妖妖故意过来闹事的。我们妖妖都被人欺负了，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对呀，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别怪真水，他也不想的。 我就上了个洗手间，做了什么呀？让大家误会我要抢亲。我现在要是狂奔而去的话，八卦的群众肯定会认为我是伤心泪奔。怎么回事啊？ 你昨天不是很爽快吗？而且我也给你补偿了，你自己不要的。同学，我只是来看看热闹而已。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哎，有了。 Thank you.
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哎，满级药师新出炉药品，交易行价格八折起。满级药品啊，哇，这八折，这么便宜，这么便宜，我要，我要，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先来两个，别过啊！哎呀，别过，我先来了，别抢了啊！有点秩序，排队排队。哎，什么时候再卖啊？对呀对呀，什么时候再卖？是啊，看心情。哎呀，哎，走走走走，散了吧散了吧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散了散了散了。